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。今天小片要为大家带来生活小妙招，如何快速剥掉虾壳哦。虾好吃又有营养，很多人都喜欢吃，但是虾壳却不怎么好剥了。相信大家平时剥虾壳都是这样的。非常的麻烦，而且又非常的慢。今天小编就要为大家带来这个生活小妙招，让你在3秒钟内就剥好了虾壳哦。一起来看一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从头部这边开始算第三节，一、二、三。然后先除去这个部位。然后再拔掉前面的两个部位。就这样，我们就轻易地剥好了虾壳。我们再看多一遍。除了这个方法以外，小编还要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哦。你只需要准备一个叉子，然后拿起虾，从这个部位插入，往上拉。就可以轻易的去除了虾壳哦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又快速呢？怎么样，这个剥虾壳的小妙招是不是简单又实用呢？赶快分享这个小妙招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，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哦。别忘了在下方点赞留言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